好，拜拜。老陆啊，我给你做了几道菜，趁热吃。我看你好几天都没好好吃过。陆骁，陆骁。你来了，来，周年快乐！你还记得？漂亮吗？喝点吧。嗯，老陆，你变浪漫了。谁还不会这个呀？你不是不能喝酒吗？我报备过了，那怎么？我跟我老婆十周年纪念日，我还不能喝点酒啊？谁是你老婆啊？马上就是了呀，你还想逃啊？哎，我这布的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，有进步。我跟你说啊，布这个东西啊，比破案难，真的。我喜欢的红酒。还有我一直想要的浪漫。浪漫这个东西需要时间慢慢进步。什么时候向我求婚？求婚这个事情吧，它是有的时候讲究一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谁知道是不是你的借口？真的。骗。真的。骗人。真的。我不信。我不信。我怎么？我不信。你讨厌。